去探究每一个细胞，伟大的灵魂和无知的谎言，都无法唤醒每一个城市，照亮每个街道。今世的人们摘谁的名义，弄出下一个标题，下一个世纪，就以何种方式祈祷，祈祷或乞讨，就以谁的名义，弄出下一个标题，下一个你。下一个标题，下一个你。